我叫 Zeynur， 今年27岁了，欢迎来到我的古城人家。眼睛眨一眨，胳膊动一动，小朋友叫三声哈哈哈。这是我女儿，她今年5岁了。这是我妈妈，这是我爸爸。爷爷奶奶，我爱你们。这是我弟弟，他今年24岁了。我和我弟弟从小就在辉远古城长大的。听我爸爸说，我们家在这个辉远古城生活了好几代了。我妈妈腾出一个房间开了一个商店，主要是为了方便周围的邻居。爸爸负责进货，看大家需要什么就去进什么货。我们这个小镇虽然小，但是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我在辉远中学毕业以后就回来了。2018年，我成为了辉远古城的讲解员，对这里我有了更多的认识。这里是钟鼓楼，是咱们新疆最大的钟鼓楼，也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传统的高层建筑。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里，每天敲的钟声，所有的辉远人都能听到。你们看，我们这边是民族区，墙都是刷的是伊犁蓝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古城人家的生活。